同学们好，欢迎收看博弈围棋教育网视频讲座。那么这次呢，主要给大家讲的是这个韩国出的这个鬼手魔手，你们的手和题，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那么这道题呢，看上去呢，这个白棋的这个弱点呢是不少的，可是呢，它这里有一个先手叫吃。这个在我们来杀它这个时候呢是要注意到的。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先一个怎么样。这个呢也是这个白棋的一个形状上的一个弱点。七五，白棋可以立。这样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呢白棋它是准备干什么呢，是这个地方。他们是准备把这几个子给弃掉，然后这样一吃，这样呢，这个做活呢和这个提就见合了，也这样当然是这个黑棋失败了，黑棋吃掉一半，当然不行。那这个时候，如果是黑棋呢往这儿搬，如果黑棋往这儿搬，这样的话也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呢他你在吃了以后呢，这样吃的时候呢我是往这儿打吃的，所以呢这个图呢也是一个失败图。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道题，它是黑棋如果是当口的话，那么白棋这样呢是一个什么结果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样黑棋只能加，白棋一扑，这样就变成打劫了，它就变成了打劫杀，所以这样呢同样是一个失败。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它的正确的杀法在哪里呢？这道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正确的杀法呢是这个单挡。这个时候呢，白棋如果是搬的话，黑棋的下一步这个弯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单拐非常重要。这棋如果你在这里加，被他一扑的话呢，又变成打劫了，这样又变成打劫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单拐，这个也是不容易发现的下法。这个单拐呢，白棋不能吃，你吃被我打吃完了，一虎呢是先死，你必须得打。那么这个时候我可以扑，这样弃掉三个。我们来看一下会形成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时候呢，它有一个妙手，就是这里可以飞回去。如果往这里来，那我这样就回去了，这样回去的非常简单。这个时候呢，这个飞，就是这个飞，如果你在这里来呢，被对方一打吃，这个也是不行的。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白棋还有没有其他的下法呢？这个挡的时候，白棋如果是打吃，打吃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呢，黑棋呢，它可以先虎掉这个。比如果提，我可以查，这样呢，你挖的时候我可以先扑你一下，所以这样是，这样是不行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黑棋呢是要知道呢，这个时候它是不能提的，就是如果你提的话，被我这个一扳，一扳的话，你打吃，我可以这样做一个，这个。是一个烂皮劫，但是也是一个打劫呀，所以呢，这个呢，这个是黑棋的失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白棋打吃的时候呢，黑棋记住这个地方是虎的。好，那么这道题的解答呢，就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那么这道题呢是非常复杂的，因为这个棋呢，一二三四五六，这六个黑子呢也在白棋的这个整个的圈里啊。那么这道题，这个黑棋要吃白棋呢我想呢当然这个地方主要是要想想如何来就是弃子，利用这个弃子来吃这个白棋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如果你直接吃这个，一起吃，那么白棋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样被白棋一吃的话呢，这个黑棋呢是没有任何想法了，这个当然是活得太清楚了。所以呢，这道题呢，它其实可以想的地方呢并不多。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个第一步呢，一定是要在这里来。一定是要这个，否则的话这个棋就没有任何下法了。这地方第一步一定是这个啊，那么这个白棋送下黑棋棋，这样呢这个时候呢啊，白棋再扑啊，这个时候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黑棋如果接，然后白棋吃，这样呢以后呢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它提起来看一下，就是我们来提起来看一下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这个地方如果提起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呢黑棋呢它是有一个点的下法，这样呢就形成打结了，就靠住，然后吃，这样就形成打结了，就把它提完以后，所以呢，那这个是不行，这个被一走一扑就吃回去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要知道了这个地方，在这个扑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重新拿出来看一下，好，就这个时候，大家也看到了，这个时候提打，然后提，这个时候扑，啊，那么在扑的时候呢，啊，黑棋的下一手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再弃一个，这种棋非常重要。那如果你吃这个只能吃了，那我再回来，这样呢，我们呢是再把它提起来看一下。我们再来试一下看一下，这样变成了吃八个的时候呢，反而被他一吃呢就变成了一个进死，就变成进死了。好，那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这样的一个图，这样我先爬，然后你顶吃，那这个时候等于就是你扑不着这一下，你吃完了提的时候呢我可以团在这儿啊，那么这个时候白棋如果直接来这个呢，黑棋可以提，那你打吃呢我就接上如果是你提的话呢，我再点提的话，我再点这个，这样呢也是一个进死。所以呢这道题呢是非常巧妙的，就是这个地方扑的时候，就是我们前面摆的这个图，在这个扑的时候呢是要击败，我们再来回头看一眼这个非常巧妙的变化。这个第一步爬，白棋平打，这个最妙的呢就是这个扑的时候呢，大家记住要多送一个，这个是解答的关键。好的，那么这道题的解答呢就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啊，那么这道题呢是一个五星的题，相当复杂。我们来看一下怎样才能吃这个白棋呢？首先我们先看看这个点，因为这个里面可以选的这个位置呢是非常多的啊，所以呢这个题呢是决定了它相当复杂。我们来看看这个变化，这样呢还黑棋火冲。试一下，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煎到这儿，这样我们能看出来这个地方呢正好有一个皮啊，所以呢这个子呢是不行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点完以后呢这个黑棋呢这个时候先点这呢会怎么样呢？白棋顶，
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结纱，把我打湿，然后接上，平身打结。那也不行，这个我们要求呢是能够衬衫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单肩，那就好。这样呢，如果你是立，你是团的话，我就立下来。这样我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必须得弯在这儿。这样呢，白子可以把这个吊点给走住。这样它这个地方不需要连的话呢，里面就是一个双活啊。所以呢，这个图呢也是一个四瓣图。那么这个地方点完以后 ，A 级如果单脱呢，我们这个地方呢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要啊可以想到的每个变化都想清楚。单脱，白棋。这个时候呢，必须裸翻，这样呢，它也是一个活棋，因为你这个得，你这个地方得接，接的话我一顶打，这样呢，这个眼做出来了。那如果你单接的话呢，被我这个地方一弯，这样呢，就是一个双活。那看来我们这个点呢是失败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直接点进去会怎么样呢？直接点，白棋往这儿来，这样呢，白棋一顶呢，它就已经活了，因为你不敢冲嘛，这地方不敢冲，你只能接。这样呢，我们接上这个点呢，这个点呢是见合了，所以呢，这个图呢，单跳呢，看来也不行。这个地方单跳被对方一肩，如果你顶，那我再反步，这样呢，你点的时候呢，我可以做这个眼，那这样的话，这个单跳呢是显然不行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个时候有没有别的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它有没有这个单靠呢？白棋一般会尖，黑棋只能单走，因为你冲完走的话，被我一弯就活了。单走的话呢，我是在这儿立。这样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要强行吃这个白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吃。这样的话呢，它不能吃，必须得送一下，送一下，完了以后再吃。这个里面的变化也是相当多啊。这个黑棋的目的呢，是为了这个能让白棋的气变久，这个多送一下。那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打结，这样白棋回去啊，这样形成一个打结。那能做成打结的话，白棋当然已经是非常的满意了。所以呢，这个图呢也是失败的，这个图它也失败了。究竟是什么地方才能够让这个白棋能够把这个白棋进吃呢？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如果它靠进去，白棋顶了。这样呢，贴的时候你是只能弯一个，那我一挡，这样你这个和这个又见合了，这样的话呢还是两个眼，所以呢，那在这个时候呢，你又不能单立，做底的时候，单立被我这个一扳，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横到这儿，这个也是一举双用了。这道题的变化是相当复杂的，我们再看看这个，这个地方也是白棋的这个弱点所在，可是被这个被它扳住的时候呢，你看这个被它扳住，这样呢是活得非常清楚了，这还有吃，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么看了这么多的
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呢，它的这个正确的走法在哪呢？是这个单点到这儿，其他的地方都不动，这是最佳的走法。那么白棋扩大眼位，黑棋冲。这样，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图，几靠，然后引导。然后呢，把这个地方拖一下，把这个也去掉，好，那么这个就不活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冲的时候，白棋如果是白棋如果不侯这儿，单地会怎么样？它可以往这儿，这样呢，被一扳呢，这个地方是已经回去了。你看，一打是一跑。吃一跑，这样的杀气是这个白棋是不够的。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冲的时候，白棋如果把这边防住呢？他如果是把这个防住，那么黑棋可以冲。冲完以后呢，单顶，单顶这个，这样白棋如果接，我就过了。这个变化相当复杂，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看来这个接是不行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白棋的应手还有哪些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单手，单手这个呢，黑棋可以靠，白棋挡，再冲。这个时候呢，再往里接，这样呢，白棋只能接。啊，那么下一手呢？黑棋的这个地方挤一个呢是很妙的一步，这个地方挤下，你如果这样，那我就单挡，这样你看你这个我就把你这个眼打没了，变成了这个刀霸舞了。所以呢，这个图呢，单点了以后尖一个呢，给它靠着冲，这样也不行。那我们再来拿起来看一下，这个单点的时候，白棋贴一个不行，尖一个也不行。我们再看一个破的怎么样呢？这个呢是更简明了，这个呢它往这里一走一点，这个就没有棋下了。那你冲的话可以顶回去，这样呢，因为你这个和这个托呢是永远这个下面这个眼呢都无法两全，所以呢这个被一点呢是没棋下了。那么如果是往这儿呢？我们再看一个这个变化，那么黑棋还是先靠一下，白棋我忘了，那你为了做活，你要往这儿来，手可以冲，冲了以后接，这样呢也使得非常干净。接上我一吃啊，这随便怎么走了，吃了冲进去也是四棋，啊，这个非常容易了。所以呢，这道题呢，我们的正确的答案呢是先点，点完以后，白棋就有多种的应法，但是这个黑棋呢，它有各种各样的对策。好的，那么这道题的解答呢就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这道题呢，这个白棋的这个生存的空间呢也不小。可是呢，这个它本身的这个弱点呢也是挺多的。看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子，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黑棋要吃白棋，这些你应该从哪里入手呢？我们先看看这个，直接搬进来，这个时候呢打吃，白棋呢？这个题非常妙，你看这个和这个两点是见合的，所以呢，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是不行的。那如果挖呢，挖它也不行，这样还是没有用，这个子连不回去呢，总是不行。所以呢，这个地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搬完以后，如果它藏一下呢，那么白棋在这儿，这样的话，这边和这个子呢是无法两全，那这个必须得接，然后给吃回来，这样也是一个活棋。那看来这个搬呢是不成立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单搬起来怎么样呢？单搬的话是白棋提，黑棋长，这样里面呢就形成了一个万年结，这个可以接上，里面是一个万年结，所以这个也是个成功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地方，黑棋如果单加一下，如果白棋接呢，它再搬，但这个时候呢，白棋可以冷静的退。如果你冲的话，我再往这儿来，这样呢，因为这个子是进不来的，你只能这样。那我接下来，这样两个眼呢也是非常清楚的。那么这道题它的正确答案究竟在哪呢？我们看一下这道题啊，正解第一步是先望。先看这个白棋打吃的时候呢，黑棋跑，这个是要点。然后呢，这棋它虎吃，这个地方虎吃的时候可以先提一下，先提一下。这个地方不能跑，你跑的时候被我顺手打一下就活了，所以呢，你必须打吃。那么我就打住，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打结活，这样一起提，这样就打结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白棋，这个地方望完以后单长，白棋如果单弯呢？如果是单弯的话。黑棋拐这个眼破眼，然后这样呢等于是还原成刚才那个图了，然后再消失，这样的话你只能做一下，这样等于还是还原了。那我们再来替白棋想一想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那如果单打吃呢？这个时候可以搬，然后接上，这样呢提完以后呢依然是一个打结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是非常巧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挂的时候，白棋如果不打，如果我不打吃，我单走在这儿，这个时候呢黑棋一翻，这个是要点，否则被白棋走到这一点呢不管怎样也无法杀掉这个白棋了，然后提的时候也打吃，这里面呢依然是一个打结所以呢这道题的这个正解呢是先望啊，望完打住以后呢，黑棋呢下一步是单长，这个是要点。好，那么这道题的解答呢就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这道题呢本身呢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由于这两步棋的交换呢让这道题呢就产生了很多变化。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黑棋究竟该从哪里入手吃这个白棋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一路的点，这时候呢这个有利，这样呢你必须得走棋，这个里面必须得走，那么白棋回一下，这样呢这个挡呢和这个就见合了，所以呢这个图呢是显然不行的。这个显然不行那我们来看一下，既然是这样的话等于这个被立着了，这个里面是一个绝对的先手眼，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个先翻。先搬一下，然后白棋如果送吃，提一下，这样呢，铺到这个。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白棋，黑棋如果是点到这儿，这样呢，我们能看出来这个地方呢变成了一个打结，这立一下的时候呢变成打结了。打结呢是黑棋四块。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时候铺的时候如果黑棋接上呢，那我来接虎，
像虽然说很愉快，可是这个点的时候呢，就发现没什么作用。因为这个打呢是绝对的坚守，所以呢这个也不行，这个图显然也不行。那他哭的时候，黑棋的下一手，究竟在哪儿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单扳，这个扳，白棋反吃。这时候如果我在加，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呢，由于白棋这个提呢是一个先手，他马上要吃了，所以你必须得吃在这儿。那我再把这个断开，这样呢是相当于只吃到一半，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失败图。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它的正解在什么地方呢？你来看一下这道题，它的正解呢就是扑的时候呢，黑棋的下一手呢是在这里点，棋单点。那白棋如果是白棋如果挡，那我再考。这样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打吃的时候呢，我可以立。这样的话呢是不太行。那我们来看一下，白棋不挡，白棋怎么不能挡？白棋呢，这个时候呢是先靠，先把这个贴回来。等黑棋爬的时候呢再靠。爬的时候再靠，这样的话呢，黑棋贴上，然后白棋爬。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黑棋原来可以吃到这儿，这个非常巧妙。因为你吃的时候，我可以从后面吃呢，是一个接不归。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单靠呢是被你吃了一个这个接不归，所以我呢是不能单靠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先断一下呢？这样的话呢，如果你吃回去的话，这样就差很多了，这地方等于欠着打吃，可是这时候呢，这个黑棋呢是可以先挂完以后呢再尝试一下，这是一个致命的一击，所以呢这样也不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黑棋扳的时候，这个地方扳的时候，白棋先把这个爬回来会怎么样呢？这样的时候，我先把这个爬回来，因为刚才打吃扑的时候被你一点了，我是没有什么应手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黑棋的下一手呢也是非常重要，你看先点这个，先点一下。然后白棋挡，然后黑棋提掉，这样呢，要接上，否则被我一扑的话，就没有棋下了。那么这个时候把它加一下，白棋爬，黑棋爬，这个时候呢就来不及了。你看你到这儿。在这里。然后呢，黑棋的下一步呢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往里送一下，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往这儿来，这儿来的话呢被对方一团，这样就出事了，这样有一个接不归。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是要往这里送的，这个是八棋的关键。所以我们看了以上这几个图呢，就知道这个扳完以后呢再点，这个是杀这块棋的要点。好，那么这道题的解答呢就到这里。我们来看这道题，这道题呢，这个，黑棋呢是当然想进吃这个白棋，但是这个白棋呢也是要拼全力去反抗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黑棋该如何来杀这个白棋呢？我们首先看看这个，靠一个。靠进去，那么这个棋呢，现在白棋
可以煎饼，这是一抹糖。那么白棋呢，这时候它可以往这儿种一个，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是点不上来的，如果点的话呢，这个黑色的这个子呢它就发挥作用啊，这样是一个四大图。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加的时候啊，如果这个黑棋现在它是直接点到这儿，这样啊，那么白棋可以吃，然后黑棋爬过，这样呢，白棋圆，因为下一手一提的话呢就活了，所以它这个必须要立下来。那么我再望，这样呢，在这里呢，白棋呢拐下呢就已经活进了，因为这个地方呢，你要吃的话，我立一先手，然后这里两边都有吃。啊，所以呢，那这样的话呢，显然是不行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如果这个棋单往这儿来，那这样的话，这棋冲，白棋把这个搬起来，这个当然只能靠进来。这样就不可避免的形成了一个结，这样形成结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还有没有更好的杀法？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如果是更深入一点，往这儿点一个会怎么样呢？看白棋。白棋顶，黑棋这个时候如果往外顶被它贴住的话，这个搬呢和这个吃呢是见合，所以呢它只能往里冲。那么白棋顶，这样的话呢，这里面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图呢？你说一下，这样的话。白棋敢扑，这样呢，我们能看出来这个地方它回不去，要靠打结，这样然后再扑，这样呢就形成了结杀。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看一下冲的时候顶了以后呢，这个也是单立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图。这个棋如果黑棋不拖的话，如果它直接往这儿断，白棋圆住，这样呢它避免打结，所以它想进吃。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能看出来这个气呢是显然是不够的，这个气黑气显然不够，所以呢这个图呢也不行。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要把这个可以想到的地方都替这个双方能想到。那如果现在弯这个呢，被白棋脚一搬，这样呢还是形成了一个打结。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前面说过这个图是不行的，这个一挡，这个要搬，这个要退出来，所以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地方，那如果再往这儿靠会怎么样呢？这里靠，白棋搬。这个时候呢，黑棋必须往这儿长，如果你在这里被他一虎点不到，点的时候我接在这儿，这时候一虎点的时候呢我接，
这样的话就活得非常清楚。所以呢，黑棋必须要立，必须立。然后白棋呢是往这儿搬，这样的话呢还是形成了一个打劫，因为这个时候呢我可以搬住，这时候我可以搬住你。这样子如果断呢它还是可以吃，依然是打劫，打了提依然是要打劫。好，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么黑棋，黑棋这个地方正确的下法在哪儿呢？正解图呢，第一步是这个当官一个，这个是一个看上去是一个熟手，可是它是唯一能够就是杀这个白棋的办法。我们来看一下，白棋如果是尖，如果尖这个，那么黑棋。飞，这样呢，然后再顶这个。那如果打的话呢，我再拖，这样是基本上是双方是没有任何的，是双方自然的战法，这样就死得非常清楚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白棋如果是单打。看一下关的时候白棋如果单打，好，那现在呢黑棋飞，白棋现在这里的话呢它可以点，这样的话这个要过，然后这个地方马上要冲它，所以呢这个是不行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白棋的这个最强硬手，白棋的最强硬手是往这儿做一个，这样呢逼迫这个黑棋必须要点进来，否则这个地方被占据了就已经没有办法再吃了。那么白棋呢这个时候尖，黑棋尖，这样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局部，这个必须得走这个，否则的话这个地方必须先挤一下，否则的话被这个黑棋挡住，你得自己做，然后我提起来我这就过了，所以你必须得拿这个。可是这样呢我们也能看出来这个地方它为了主度，这样呢白棋必须得点，黑棋可以往这儿来，这样的话呢是慢一气，这个白棋是慢一气。好，所以呢这道题呢是非常巧妙的，就这个单弯啊，单弯是第一步啊，完了以后呢再飞进去杀这个白棋。好的，那么这道题的解答呢就到这里，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那我们下次再见。